小朋友上课喽！让我来教你什么叫艺术，什么叫分饰，什么叫技术，这就是现代最抢手的菜。不管你爱不爱，电视都在卖，网络说的听听，过自己的心心，认真的想想再做个决定，不要当个笨蛋，看那些笨蛋，模仿那些笨蛋，以为自己拽，一切都是谎言，引导你买，先卖了肉体，再卖了灵魂，浪费时间，浪费金钱，消费完你还要你道歉，对不起，我看不懂，对不起，我听不懂，对不起，我不了解。来，老师教，现代艺术 contemporary， 什么艺术？Contemporary art。 我是一个现代艺术家，我做了垃圾填饱你未来的孩子耶。我是一个现代艺术家，多年后就卖不出五十五亿的画。他是一个现代艺术家，他少数农村诱惑你未来的孩子耶。我是一个现代艺术家，我不牵挂你不牵挂，有话说没人懂，有内涵没人管。有胸露，有富多，有退休，有财主。这就是现代艺术，现代艺术不穿衣服也很艺术。What about the music, man?我是一个现代艺术家，我是一个现代艺术家。小朋友听懂了吗？You're ready for round two.